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《路加
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见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能看见，就跑到街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我们请王金才牧师为我们讲道。